同修梦到，就是在梦中所有的人，甚至对面整个楼的人，就是从窗户和阳台上可以看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，所有的环境也都是圣诞节的装饰物。请问这个梦是有什么含义吗？是否他所求的事情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办成？会的。哦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